接下来时间宝贵，第二首曲子是一个美国近代的作曲家费德勒写的一首深红色的鼻尖啊，深红色的鼻尖。这个我们请严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因为它有三种不同的节奏，有伦巴，有探戈，有什么要点那个结构是怎么样哈？来，我们现在这一首曲子哈，我们请严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由张老师弹给各位听那个节奏的感觉，让你们知道一下。接下来这首是20世纪的那个美国当代作曲家费德勒的作品。那在这一首曲子有三种节奏，第一个你会听到是 begin 的节奏，听听看。然后第二种节奏呢，接下来第二个出场的是论法的节奏，这样。熟悉的探戈的节奏，你看。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的演出。一样，这首曲子很简单，是 A B A 三段体，跟我一样比一二一，让你知道它的进行。来，深呼吸一口气吧，欣赏他们精彩的演出，屏息以待。来。